notre amitié.男子金阿舍离，已为汝等禀宣三归结魔境，汝等已得沙弥清净戒体，我今为汝等说十戒之相，令汝十相手持以护其体，各称法名。绝缘。第一，禁行兽，不杀生，是沙弥戒，汝今能持否？禁行兽，不杀生，汝今能持否？禁行兽，不杀生，汝今能持否？谁敢代工偷懒，杀！隋朝末年，天下大乱，群雄割据，逐鹿中原，争为霸。快起来！隋朝的叛将王世充拥兵东都，自命阵亡，实行暴政，民不聊生。走！哼，李世民的兵已经到了黄河对岸，靠这些个老家伙，工事什么时候修好？启禀大将军，实在抓不到壮丁，连半死不活的囚犯都用上了。把我抓来的暴民沈腿章一伙押上来。是。快给我走。快。快走。快走。快走。江湖上你号称神腿，今天我教你变成瘸腿。
你小心。哎饥民每日不断，长此下去，少林虽有妙禅，也难免坐吃山空啊。济世安贫，这乃是我佛家的本分呐、阿弥陀佛。今后不在施粥了，叫他们吃完就走，谁也不许留在这里。方丈，这孩子伤势严重，昏死过去了，收留他吧。不行。这个头一开，往后麻烦就大了。僧侄，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别说了，方丈，这个人来历不明，满脸杀气，只恐会连累少林呐。自王仁泽镇守东都，滥杀无辜，四方人心都有怨恨呐。方丈。出家人慈悲为怀，您就成全这孩子吧。方丈，方丈，先把他救活再说吧。佛祖保佑，阿弥陀佛。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你是自寻烦恼。师父，粥水灌不进，怎么办？他太虚弱了，山门只有清茶淡饭。怕救不活他。成何体统？身为僧人，应该怎样？走如风，立如松，坐如钟，睡如弓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我们在练蛤蟆功。哎，是。哎哎哎哎！不许再跳了！寺外练功，有违寺规，罚面壁三天。去。啊。
这，不去面壁，跟着我干什么？笑什么？有什么好笑？作为僧人，应该无嗔无憎。孽畜！师父，宰了他。罪过，罪过。放生吧。弟子效劳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师父，师父，弟子有罪。何罪？弟子犯了杀生之罪。救人一命，得道升天。青蛙有知，感激你还来不及呢。真的？僧无戏言。弟子懂了。疼吗？不疼。是，谢谢。养好身子再说啊。师父，田鸡粥，吴霞还送来两个鸡蛋。这丫头心地倒不错。师父，味道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明知故问，小子，
不许放下！阿环，去！有本事你就过来吧。阿黄，追！我再去提。贪吃贪睡不干活，不可教也。贪吃贪睡不干活，不可教也。喂，喂。你醒醒，哎，
醒醒！死了。谁？是我。你在干嘛？去提水，想抄近路。这儿是历代高僧安息的地方，不得方丈许可，不许随便进来。快走。是。我不是有意害死你的，这里山明水秀，把你葬在这儿，也算是对得起你了。埋了，太可惜了。真是闻到狗肉香，神仙也跳墙。可惜，大师是个和尚。小虎。啊。大师，你身子虚弱，这东西对你有好处。我。你是俗人，何况在寺外，清规戒律。管不了你，吃吧。大师，这你吃过？在老家，许多人喜欢用老姜、枸杞子、黑豆煮着吃，是大补之药。这种吃法还是第一次见到。大师，为了我，你够劳累了，也该补补身子。自皈依佛祖。想起他也算有罪过，难得有这种口福喽。不会有人来的，何况在寺外，吃吧。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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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师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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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些年我们在少林寺内干的是重活。吃的是粥水，是啊，是啊，确实很劳累，难得有这样的大补啊。嗯，来来来来，我也来一块，你来一块，真好吃，真香啊！师傅，你尝尝，好吃。我这些徒弟呀，都是危难时遁迹空门，临时抱佛脚，自然不那么诚心。好吃啊，来吃这块，好。师傅，这么一来，我们不都犯了戒了？酒肉穿肠过，佛祖心中留。出家人心中有佛，多行善事，不必拘泥小节。啊，弟子懂了。酒肉穿肠过，对对，佛祖心中留。四空师兄早就懂了啊。大师，他恩爱不能忘啊。色空，酒入愁肠，愁更愁，别喝醉了。大家吃了小虎的狗肉，受人恩惠还没报答呢。师父，俺出家人四大皆空，没啥可报答。哎，哎呦！
色空师傅，你没摔伤吧？他醉了。傻瓜。啊。色空。大师，他。他是似醉非醉。似醉非醉。醉棍。对。当年他老婆临盆的时候，他买了一大坛补酒，兴冲冲的回家。正赶上王仁泽的贼兵洗劫他们村子。没想到他老婆让贼兵杀死了。从此他跟酒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整天醉醺醺的，倒给他悟出了这套醉棍。有这么好的功夫，为什么不去报仇？寡不敌众啊。有人。散。快跑，阿弥陀佛，罪过，罪过。阿黄，阿黄，姑娘，你见过我的狗吗？那啊，你好大的狗胆！姑娘，你听我说，你还我的狗，你还我的狗。喂，打够了没有？再打我还手了。你敢打我？你打。看你是女的，让你几下。啊。再打我真还手了。爹，爹！哎呀，有什么仇把人打成这样，太狠心了。他才狠心呢。姑娘，我不是有心的。不管怎么说，谁吃了我的狗，我就饶不了他。那么说，连我也不饶吗？你吃狗肉也有我的份儿。爹，你干嘛老护着他？你也护着他，他的伤好得这么快，多亏你每天一碗羊奶，两个鸡蛋呢。我？谢谢你。我恨死你了，恩将仇报。你看这丫头。大师，她真是你女儿？这丫头自小没娘。当年我被王仁泽的兵马追杀，被迫投奔少林，把她寄养在一个老农家里，老人膝下无儿，把她宠娇了。大师，我要杀王仁泽，教我少林功夫吧。似有似归，少林武功用来防身，不许外传。你不是少林和尚，我大师，我愿做和尚。
不许杀生。他咬我。佛门广开，善者进来。此子目露凶光，满怀杀机，佛门怕不能容他。啊！佛家讲的是宽厚待人，觉缘愿落发，其心已向善。阿弥陀佛。愿断一切恶，愿修一切善，誓度一切众生。和尚三个月了，天天不是挑水砍柴，就在这儿蹬脚。你什么时候教我少林功夫？你才三个月，你瞧师兄们，头冒烟，脚陷坑，这种金刚倒锥的功力，非三五年苦练不为功啊！什么？这样蹬脚要三五年？记得，要练武不怕苦。弟子谨记。自卫不许伤人。你目露凶光，满脸杀气，罚面壁三天，不许练武。师弟，师弟，师弟，你不怕再受罚吗？我，快干活去吧。打死个蚊子都算犯杀戒，我杀父之仇恨报吗？不许学功夫，我当和尚干嘛？真是穿起袈裟，事更多呀！我不穿了。师父，恕弟子不辞而别了。白姑娘，我吃了你的狗，以后一定还你。
将军，请品尝，尝你个屁！弄不到小妞，补了，我朝谁使劲啊？朝他！哎呀，罪过，罪过！将军息怒，我替你弄到了野味，野味，哎，是啊。好，将军，当心小妞野性难寻呐！野性难寻，将军，什么事？将军。 外面有个小子杀了我们几名兄弟。啊！哎！嘿！嘿！啊！啊！哼！小兔崽子，你还没死啊！嘿！嘿！好！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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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谢谢你，我也得谢谢你救命之恩呢。白姑娘，嗯，你不记恨我了？记恨什么？我还欠你一条狗命呢。一条狗命还一条人命，我可占大便宜了。可惜我没本事杀了王仁泽。王仁泽人多势众，我爹这么好的功夫，尚且要隐蔽少林，我看你还是回少林寺去吧。可我是溜出来的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小师弟啊，我说你准会回来的，舍不得我们了吧？啊，还是当和尚好吧。啊，我们挨了多少个春秋才修到他？是啊，一天不见你就修到了，小师弟你可真行啊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。师傅，你惩罚我吧。没吃三天素就想上西天，天下没有那么容易的事啊。
你能保住性命回来，就算万幸了。饿了吧？你喝呀。喝吧，喝吧。喝呀。谢谢师傅。哥，以后跟师兄们好好学功夫吧。不能硬拼，这里是绝壁，跟我来。投降！下马，搜！
下，秃驴，竟敢拦大将军的路，滚开！塔林圣地没有本寺方丈许可，任何人不得乱闯。秃驴，你找死！住手！不许动武！方丈。阿弥陀佛，将军，这塔林乃是我少林高僧藏地，当今郑王爷尊重三分，不知大将军何以兵戎相见？郑王的一名钦犯藏匿在塔林里，我要搜查。钦犯是让一个小秃驴救走的，不让搜，郑王降罪下来，你担当得起吗？这。塔林圣洁，不容兵马蹂躏，仅请将军在此下马，一步进内搜查。好吧。哦，跟我来。守住路口，搜。师傅。守在这儿。是。听着，你们一直往后山上跑，不许回头。一停步，我就放箭。走。大将军捉拿钦犯啊！是，他妈的！钦犯往后山跑了。好，上马追！走。驾！听说秦王李世民常常深入敌后，匹马探营，莫非你？姑娘，有劳你了。嘿，两天没有东西下肚了，你快吃吧。哎，你现在做了和尚，能吃荤的吗？酒肉穿肠过，佛祖心中留。出家人只要心中有佛，给。你们出家人
实在是太辛苦了。是啊，是啊。这几天王仁泽派兵到处搜查，你们在这儿多待几天，我给你们送好吃的。嗯，好好，多谢姑娘美意，我有急务在身，要马上过黄河，不知可有熟悉的小路？好，我们护送你过黄河。路上关卡重重，你怎么闯过去？手放下来，真是天生的一对儿。可惜你是个和尚。驾驾驾驾驾驾驾啊！走！驾驾驾！小子艳福不浅呐、啊！哼，可惜是个和尚。将爷，时候不早了，新郎新娘还得赶回去进入洞房呢，你高抬贵手吧。妈的，别唱戏苦娘，假泪两行。是真是假，还逃得过您的眼睛吗？别来这一套。来，喜酒我请了，行个方便吧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谢将爷，谢谢，谢谢。嗨，老大，人家办喜事儿，别疑神疑鬼的，走吧，喝两盅去。干脆点儿，接了他。哎呀，血！你笑什么？今天你真像个小媳妇儿。多谢二位恩公，你们的救命之恩，荣当厚报。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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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世民，你跑不了了，放箭！哦！啊！哎呀！停！大将军要活口，老大，这回该你我升官发财了。抓活的，你送他过河去。那你呢？快，抓活的！抓活的！快！快走！好了，抓活的！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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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放箭！师傅，
哼，少林秃驴要造反，杀了他们头他们也不敢。佛门尽开杀戒，上。师父怎么办？蛇蝎缠身阴环招，我佛慈悲亦成恶。弟子明白。居然杀！你敢开杀戒？佛道无缘，我送你上西天！啊！绝缘是超度他们上西天极乐世界去，菩萨会宽恕我们的。是啊，师父。绝缘为佛度人，善哉善哉。师父，弟子不孝，一再犯戒。不过，打蛇不死，会被蛇咬。是啊，是啊。我，你六根不净，与佛无缘。从今日起。与你断绝法缘，师父，你远走高飞吧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王仁泽还等在少林寺要人，你把绝远放走了，这罪名你担当不起呀。回去。你们还不上马？师父，佛家讲宽厚待人，
弟子知错了，再饶我一次吧。让开，不准再回少林寺。抓你！你快走吧，师兄，我不能连累你们害的师父，放我进去！方丈对我有再生之德，不能让少林因我遭难，让我来承担罪过吧，师父，师父。树贫僧不远送，跑了和尚跑不了庙，三天之内交不出人，铲平你们少林寺。真惹出大祸了，当初我就说他会连累少林，不该收留他。阿弥陀佛，出家人慈悲怜悯于心，普度众生于心，觉缘乃我佛弟子，更当全力解救。你修行了几十年，竟说出这样的话，罪过呀，罪过。弟子知罪。大将军，大将军，李世民和少林盘僧找到了没有？找到了。人呢？启禀大将军，少林寺和尚劫走了李世民，我巡河官兵竟被盘僧绝缘所杀。反了！反了！传令，立即进军少林寺。少林要面临一场劫难，师父，拼吧！拼了吧！我们身为武僧，要誓死保卫少林。师父，师父，你放弟子出去，万事由弟子一人担当。一人担当？你挡得住王仁泽的千百兵将吗？我。你报仇心切，本无心出家，还是还俗投李世民去吧。师父，你的大恩未报，我不能。我皈依佛祖，万虑皆空，只有一世牵挂，就是这丫头。爹，日后你如能好好照应她，我也就无牵挂了。爹，师父，跟他一块走吧，不管少林寺发生什么事，都不许回来。去吧。
师傅。方丈，方丈，不好了！王仁泽率领大队人马过了少室山，快到山门了。但无事于心，无心于事，则虚而灵，空而妙，慌乱什么？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！吩咐护寺武僧不许妄动。是。把少林寺团团围困，弓箭手暗处埋伏，一个秃驴也不准放走。是。将军，佛门乃城外之地，为何要兵犯少林？少林叛逆，私通乱匪李世民，聚众谋反，证据确凿，勒令严惩僧犯，烧毁寺院，违者格杀勿论。放火！慢。将军，老衲有一事相求。讲。净土鸿开，千秋功业，若云有罪，罪不在凡共，若云当罚，罚不及僧众，我是一愿主持，愿承担一切。那我就送你上西天去吧。点火。谁说出李世民和叛僧的下落，寺院可保安宁，方丈可免一死。方丈，阿弥陀佛，杀！你们，你不说出叛僧下落，统统给我杀！不能杀生，方丈，率心动不了恶魔，还得凭这个。想要突破，立地成佛。超度他们，到极乐世界去吧。方丈。杀戒了，杀，该杀，杀！
过黄河，直奔东都去了啊！
Yeah!
尽行受，不杀生，汝今能持否？杀心可惜，匡扶正义之心不可惜。第二，尽行受，不偷盗，汝今能持否？能持。第三，尽行受，不淫欲，汝今能持否？师父，弟子决心皈依佛祖，保卫少林，匡扶正义。尽行受，不淫欲，汝今能持否？能持。第五，尽行受，不饮酒，汝今能持否？这酒肉之戒，我看就免了吧。万岁。既然万岁开了金口，这酒肉之戒从今不上少林寺戒条。贞观初年，唐太宗李世民为表彰少林寺十三棍僧义勇，封官加禄，但少林寺僧人只愿受领紫罗袈裟各一席，水碾一具，封地四十顷。唐太宗感其诚，准许自立营盘豢养僧兵，此事载于少林寺寺碑，由李世民御笔签名，至今犹存于寺内。请。从此，少林寺和尚可以大兴练武之风，少林功夫名扬天下，广及四海。好。少林，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。少林，有多少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扬。金丹的武艺一世无双，少林寺威震四方，悠久的历史源远流长，少林寺美丽辉煌，千年的古寺，神秘的地方，嵩山有故，人人都向往，无数。